秦科长，您出去啊！哎。陈忠，就是现在的陈其忠啊。他这个档案上说呀，1936年受军统的命令潜伏，1937年他以东北军余部的名义混入陕甘，77事变后，又混进了我们党北方局领导下成立的工作委员会，从此进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1943年暴露的，对。那他的检举人呢？秦科长。就是这个人，他是国民党军统汉中培训班的潜伏特务，混进了我们的陕甘边区政府。他现在人呢？早就被我们处决了。既然这个人能够检举跟指认陈其忠，也就是说明他也是顾显章那十人团伙当中一员。这条线断了真是太可惜了。秦科长，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所以我把全国范围内所有1936年潜伏下来的特务的名单全都拿回来了，你看看能不能有顾显章的。现在有几个人还活着？陈忠怎么逃出来的？现在活着的就4-5个人了。陈忠当时假装表现积极，趁看守的人放松了对他的警惕，所以才让他给跑了。那能不能把这个几个活着的人能找着？这些人都已经审查过了，他们之间没有人认识陈忠，他们都是各自独立，和自己的上级都属于单线联系，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目前活着的人呢，看来是利用不上了。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从已经死去的人里去甄别出顾显章的人。你看陈忠、老 A 这是两个人啊，如果还有第三个活着的人，那他肯定就潜伏在我们的队伍里。首长，既然我们那边的内线同志能够查出陈其忠曾经在南京的电训班培训过，要不然也让他去参加我们的甄别。现在困难的是，香港的电台相互之间监听很严重，启用电台危险太大。必须找一个可靠的同志把这些材料带过去，亲手交到我们同志的手里。就算有人过去也不能带这么多材料啊，这太危险了吧。首长，让我去吧。目前啊也只有你去才合适，老 A 才不会警觉。但是田亮说的对啊，这么多材料啊不能由你带着，要用你的脑袋把它记住。首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去准备吧。是。还有件事情啊，田亮，邓飞来了，我带他去看了天下一号的总控装置，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还有件事情啊，我要通知你。是不是梁青他们出事了？是，他们失踪了。
秦科长，您回来了。秦科长，秦科长。哎呀，秦科长，今天这是咋了？来，小天，看着点啊。太太，您干嘛呀？我要出去买点女人用的东西。你可不能离开这儿。你要想买什么东西的话，你写一纸条，我们兄弟帮你买啊。您请回吧，小天，来，咱们回去。这么快就都变成红的了。说说你看。手柄已经被动过了，看来敌人已经启动了提前爆炸的装置。我记得邓飞跟我说过，这个手柄只能搬动一次，手柄搬下，总电源恢复供电，外部电源就会干扰蓄电池加速放电。进来的呢？这个通风口是什么人最后修复起来的？是我们工兵营的人。王大组长，你说给你些什么任务啊？那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不能让你去总干呐，这小事儿也不让干了，大事儿呢又干不着，也好，就坐在这儿，这么多年了，也没试过像现在这么清醒。看你啊，闲着也是难受，这样吧，你全权代表我，到下边啊。视察视察，指导指导工作。行，那我就去检查一下设备啊、备品什么的。行啊行啊，随你便，想查什么查什么。是。王长官，你要领点什么？什么都不领，地形检查、清点备品。王长官，我们库里啊有办公备品，也有军用备品，清点军用备品需司令签字。废什么话，我例行检查是詹主任同意的。没司令签字，军用物品谁都不能碰。那我就检查一下办公用品，这不为难你吧？这是办公备品的登记册，仓库钥匙你拿好，可以清理了。这些办公备品都多长时间清点一次啊？每月一号、十一号还有21号，清点缺什么好及时补上。应该勿躁，注意防火。是，长官。把这些入库和出库的登记让我看一下。
这是入库登记表，这是出库登记表。借出要及时归还，入库登记不能马虎。是，我知道了。天下一号小组也在咱们这领备品吗？都谁签字？这是司令和詹主任签字，我们就带着领和送过去。这写的是特需用品是什么？就是写保密文件的药水。那我就先让军工厂完蛋，让他们造不出枪炮，我看他们拿什么打仗。这种药水曾经在老鹰办公室出现过，肯定与天下一号有关。现在老鹰不在岛上，郭显章却批文天下小组领取这种药水，汪兰判断只能是陈其中使用。首长，秦科长，这些潜伏特务的档案我都背下来了，您考考我吧。哎，当初在晋绥根据地的时候潜伏的有几个？有两个，一个叫尹红，1938年暴露以后当了汉奸，1939年就被我们除掉了。另一个叫宋新强，1937年到了大青山根据地的时候就被我们甄别出来了。江苏籍贯的有几个呀？没有，一个都没有。车票给你订好了，今晚的火车。到了香港之后，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都在那张纸上。首长，我明白了。金蛋检票，都把票拿好啊！让人看一下。来，检票了，检票了。后面那个跟上。票，不要急。风雷王兰的底细一定要查清楚。天下一号，执行也好，复制也罢，关键在于我们内部不能出问题。陈老鹰不在，你去台湾。亲自查一下。老师，可不可以让基地做个账目，这样我去台北的话就可以打着申请经费的名义。不行。你以为那个督导专员是个傻瓜呀？申领经费的事轮不到你，还是在电台上做文章。你们现在用的电台都老了，申请新的。明白了，老师。那我这就去国防部申领那个电报器材。去陈锡国那领批文。是。进来。司令，依照您的命令，我已从台北了解到了风雷的情况。好，仔细说说。是。他是1931年蓝衣社的成员，说起来也是咱们军统的老资格了。1931年进入黄埔第9期学习，从那年开始黄埔采用德式教育，他成绩优异，表现突出。但是1934年毕业前夕他因伤留在了教导团。1935年黄埔第12期开设通讯兵专业，他开始担任电讯教员，一直干到黄埔第19期，也就是1942年。当时前线需要他上了前线，参加了折干会战，阵亡。阵亡？这是军统伪造的阵亡，他本人并没死。实际上1942年他进入了军统，化名风雷，负责战略情报和电讯技术指导。司令，关于风雷我有两个小细节，希望您能参考。说。他参加折干会议的时候是由第3战区最高长官顾祝同亲自点的将。
他是顾祝同的人？顾祝同长官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第三军校就是他一手创办的，他们应该是在黄埔军校的教导团认识的。还有一件事，什么呀？他进入军统之后是戴老板直接安排的，隶属于随戴老板殉国的王主任的那个部门。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都没上过班，所以我们之前都没见过他。这么说他认识王主任，就是梁晴的姑父。一会儿顾祝同，一会儿王主任，什么来头啊？司令，我所打听到的就只有这些了。1942年之后他的身份非常隐蔽，要想知道只有问毛局长。这事儿有点麻烦了、调查风雷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您放心司令，这我明白。去吧。是。先生，您的209房间开好了。谢谢。电话能用一下吗？先生请便。好。哎，王组长，来来来来来，我正找你呢。终于我的差事了，做什么？我问你啊，咱们基地的电台真的到了旧的不能用的地步了吗？咱们基地电台是新的呀，主任您忘了，旧电台都送去天下一号小组了。我问的就是那批旧电台，天下一号小组来说，有两部已经报废了，有四部时灵时不灵的。那怎么咱们用的时候好好的，到了他们手里头没几天就给全都报销了？他们电报又不多，怎么能用坏呢？这不是我刚刚签了个字，那个陈其忠说是要去台北国防部申领电报器材。詹主任，又不是掏您自个儿的腰包，您愁眉苦脸干嘛呀？王组长，你能不能去他们电报组摸摸情况？别让齐长官先问下来，那样咱们可就被动了。行，我这就去。好。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啊？就我们两个值班，陈长官去台北公干了，丁组长去了香港，这两天就回来。丁组长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刚才发电报了，说这两天回来。汪组长，你找丁组长有事吗？我不是找他，你们知道我现在在总务处上班吗？知道，您高升了。你们的设备报修，我按照规定得来检查一下，哪一部电台有问题啊？这几部都有点小问题。我试试。
题啊？还是王组长技术好，我们用老出问题。这不，陈长官去台北给我们带新的了。是你们陈长官自己想用新的吧？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们只管发报。明白。他刚才是不是发报了？他刚才不是说调机器吗？来一下。
你好，我要开208房间。不许动！不许喊！什么人？干什么了？大华电影院呢？先生，要订明天的船票吗？不订，我订的是大华电影院的票。你带来了吗？同志，你怎么到208房间了？什么情况？我被老鹰给跟上了，他现在在209房间，冒充我在等你。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
么情况？果然是我们的人。二号对过了，老鹰就在209，等咱们去接头。那怎么办？这个人不能放他走，得把他引出来。我去引，你接。好，还安全计划，要快，完了他会起疑心。知道。把嘴闭上。屋里确定只有老鹰一个人吗？对，就他一个人。他肯定把老刘当人质了，太狡猾了，就是不出来。那咱怎么办？我出去假装接头人，你做接应。好。老刘，那来，慢点，来，走，老刘，走，慢点。风雷，肯定是巡捕来了，咱们得抓紧时间离开这儿。不行，要做个现场，否则英国人查起来很麻烦，弄不好我们暴露了，香港就待不下去了。那怎么办？你们先到208房间搜一下老鹰东西，我马上就好，快。
这安全吗？暂时安全。说说，这次来香港什么任务？甄别顾宪章的十名潜伏特务，还有调查梁琴母子的下落。调查梁琴母子下落，我已接到通知。那十个人名单呢？冯磊同志，把笔和纸给我，我现在就写给你。这十个人的材料，你是背下来的？是的。首长说了，不能有文字，更不能发电报，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保密。好，你先写，我先上去汇报一下老鹰的情况。好。都是江湖上混的人，现在我请你们帮我找这对母子，用什么办法都行，白道不行咱就黑道，只要找着，条件咱们再谈。肉哥，你可得给画个圈啊，要不然这大海捞针可不好找。他们是保密局的家属，当然得沾君子边。六哥，这沾君子边的活可危险呐、弟兄们都是靠脑袋吃饭的。哼，这是定金，事成之后条件再谈。好，这活我接下了。不过六哥，丑话可得说在前面，我们只负责打探底细，有了底细，那卖命的活可不干。我要的就是底细，其他的不用你们管。好，好。